妈妈，我现在已经把作业给写完了，那我现在就去上学了，妈妈再见。你一个女孩子上什么学，还不如跟我一块去种田。但是我不喜欢去种田呀。啊，那你滚吧。女孩子就不能去上学了吗？真的想不通啊。最近应该就是我们的教室了吧，进去看一下。老师你好呀，我是默默。你好，先找个座位坐下吧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默默，你现在来自我介绍。 OK 啊。你们好呀，我是默默。很不错，可以回座位了。同学们，连板凳都坐不上去，真的好傻。喂，你踩到无板凳了。哦，对不起。终于下课了，同学们再见。怎么都没有人理我呢，这么奇怪啊。算了，先不管这些了，赶紧回家。不要问我这些迷你币在哪里弄的，点我的头像你就知道了，拜拜。肚子有点饿了，去包子店买个包子吃吧。没有人吗？那我拿两笼包子，钱就给你放这儿了。我觉得吧，妈妈也没有吃饭，就给她也拿了一个。妈妈，你看一下我给你拿了什么。包子，以后你不要给我乱花钱，家里已经有吃的了。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，你个赔钱货就知道乱花钱。哦，那好吧，是我给您添麻烦了，那我现在就走。离开了家，我到底要去哪里呢？为什么我给他买包子他都不愿意呢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现在又要去哪里呢？不要问我这些迷你币在哪里弄的，点我头像你就知道了，拜拜。就连我妈妈都不要我了，那还有谁会要我呢？你好啊。你好啊，小姐姐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可以让你变漂亮，但你会失去母爱。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我妈妈本来就不爱我了。真的变好看了呀，爱我爱了。我还给你送了一套别墅，就在学校的对面。谢谢姐姐，我将来会报答你的，你一定要等我呀，拜拜。姐姐说的别墅就是这里了吧，进去看一下。真的是个别墅，哎，好漂亮啊，以前都没有拥有过。天哪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上下这样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黑不溜秋的屏幕是什么呀？然后这应该是我的卧室吧。天哪，这还有个阳台，这个阳台比之前的家还大耶。现在我的复仇计划开始了，然后呢，要先去找到那个母亲，啊不，现在应该不是母亲了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，然后把她给干掉。你是谁？你不要管我是谁，反正我来这里是来警告你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哦，对了，你等着，我会将你亲手干掉。不要问我这些迷你币在哪里弄的，点我的头像你就知道了，拜拜。